请进群。团长今天带来2020年第32场赛事解析。周二凌晨3:45，法乙洛里昂对战卡昂。洛里昂近期成绩不差，近9场正赛只丢1场，整体状态发挥稳定。客队卡昂近期联赛狂出平局，对手各个层面都有，本场注意防平的必要哟。本场比赛开出主让败一，考虑客队整体平局偏多，此战看好客队哟。本场推荐卡昂加0.75。今日赛事就到这里啦，小馆长盛情邀约球迷们可进群获取更多推单，我们拥有更精准的数据。需要进群记得加我的微信足球399，更有不中包赔单等你哟。